今天是2011年5月3日星期二，现在看到的是去年创造了129例结果的盆栽百香果奇迹的现况。今年因为天气在春天比较偏凉，所以百香果结得比较晚。目前在二楼的窗台的铁窗上，终于看到了第一颗结果。另外，在侧部门前，枝叶都非常的茂盛，但是找了半天，居然没找到一颗。找到半天，一直没找到一节的百香果。